个该名死者是他们学校的毕业生，他已经成年了。根据同仁回报，现场脖子是有缠到，好像是死者自己带来的那个胶带。那左手背后有他的橘色的那个针头。研判下来，也是有可能是感觉因素方面，不过这个还是要等家属来，我们再做后续的一些调查，才能够再理清。